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白。顶流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提度、热度和活跃粉丝量，而话题度、热度、粉丝量产生更多的出自女粉丝身上。 顶流明星意味着仿销售周边、应援、买代言产品，需要大量的时间、金钱。虽然说我们女明星的粉丝也很多，但是大是戏粉、颜值粉，在女粉中间期间并不是喜欢的点。虽然不能说同性相斥，但是异性相吸确实如。其实韩国还是有女明星是顶流的，只是我们国而言，顶流这个词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形容词。 个是树大招风，一个是流量明星暂时性的比较，有种有颜无才的评价感。目前我们的娱乐圈男演员更多的是偏向于证明自己的实力，艺人像明星，明星想当顶流，顶流相当演员，演员想磨练几向证据发展。 其实是很好的娱乐趋势。再次回问题本身：为什么顶流明星大多是男的？大家都到顶流的女粉跟男粉的比例有多失调？你看顶的见面会、演唱会、粉丝后援会，几乎都是女生，不，百分之九十九，也有百分之八十八是女生。 毕竟，在在二十一世纪，大部分男生都是被车锁压迫着的。再怎么喜欢一个明星，也不可能七发时间精力去追星，这是事实。喜欢明星是一是年轻的小伙子或许更愿意在游戏里花钱。b 男生更理智，知道明星是渴望不可求的。女生不一样，压力小，而且女生更向往罗曼蒂克的爱情。 追流追 CP，其实我也一样。我可以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娱乐新闻。相比漂亮的女顶流，其实男顶流更稀。我的目光，所以聊男顶流会更多。总而言之，顶流出现是因为有人喜欢，有人追，而追的人大多是生，因为男生会稍微理智一点。追星 vs 游戏充值，可百分之九十选择后者，而女生更多的会选择充值会员追剧。 星被颜值吸引，而后被才华吸引，然后花钱花时买代言、产品、打榜、跟机、送礼物。